希望说大家能够，然后透过进餐这样的动作啊，不要忘记他进餐最重要的教育，对，教育民众少用环境，对对，少制造一些垃圾，然后关心我们的环境。这才是净滩的真正的，对，因为净滩一次垃圾永远比不过嘛，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捡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制造的垃圾速度，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从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慢慢一点一点，对对，他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百个人千个人万就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才是真正净滩真正教育。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捡的很多人都说今天捡已经还会有一个，对，真的是教育啊，所以我这次办的派对想要把它扩展再更快，比如说爱听音乐的人也认识环保，也认识减速，可以接受很多的这样的，可以接受十万，可以接受在一起，对，让这个病毒，这个环保病毒可以发酵得更快，对，谢谢。